然后我们在大会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导览介绍。如果贵宾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的提出。现在有一种航空的飞行频道，是我们安全第一，平常20多公里，北疆平均120公分。据说山脉来山底部自然涌泉汇集而成，尊敬旅客，我们叫出台湾的首都威尼斯。那我们的运河已将饭店分成了三个区块，分大岛、中岛、小岛。刚刚所离开的六号码头，它是位于中岛。那我们现在呢，即将前往的是大岛。理想大地木头19栋的房子，房间规划262间，每一间房间都有阳台。那我们的阳台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都是面对河道的一种海景排列，所以每一间房间所欣赏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也就是说，晚上装潢，看到整个阳台，可以看得到相当多匪夷所思的画面。那么在右手边是我们的总统套房，总共2间。这边这个是第一间，那在我们后方是第2间。那总统套房位于2楼，里面面积非常的大，有100平的空间。这么大呢，也可以住非常多的人哦。几个人呢？2个人。夫妻或情侣入住的话，可以在里头奔跑、呐喊、打滚、丢飞盘、暴哭、争气、脚踏车，都没有人管你哦。那么现在呢，总统套房住房率非常的低，如果贵宾想再多留一晚，可以考虑一下。那在河道前方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桥梁，那座桥叫挚爱桥，它是一座日式房子的横穿桥。是古武的北西班牙高地式的建筑风格文明，它融入摩尔人以及拜占庭的装饰艺术，也与巴黎的设计原生美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在右手边依然是属于饭店的大岛，上面除了总统套房之外，还有一间酒吧，一座泳池，常常会有团体包场举办一些私人的 party 晚会 barbecue 哦。那来到这边，我们在前面所看见的是2号码头。这个码头您仔细一看，中间多了一个走道，属于突出型，非常的高贵典雅。夜晚的到来，灯光微微亮起，照亮整座码头，所带给您的视觉享受呢，不是用言语能够形容的。那这座码头您仔细一看，后面绿绿的，那叫做比利哦。那刚看我们码头有没有发现到码头非常的干净，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哈，来我告诉各位，因为我刚打扫了。那它呢也是我们总统套房专用的码头。那来到这边过了永平桥，前面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水闸门，那边呢就是我们饭店河水排出去的地方，河水是活水，这边纯净独特。往水里面看，可以看得到有鳄鱼哦。喂，对呀、有看到吗？有没有两只哦，肚子饿的鱼。一半的。那我们在这边的前面右手边可以慢慢看见有三尊纯白色的大理石雕像，细看，这种大理石呢不是台湾的，是意大利卡拉拉山的纯白色大理石，所运用的呢就是希腊神话为一个主题所雕刻而成的，那饭店有60尊之多。那各位贵宾是第一次搭乘环球游艇吗？对。哦，第二次，昨天晚上有坐过了。昨天中午。好、哦，昨天中午哈。那如果没有坐过晚上的船朋友哈，来下次来可以试试看。值得推荐的就是这一块土地。晚上下雨也有。晚上有开。下雨也有。有。如果机会坐晚上的船哈，看这座桥。这座桥晚上会变2座桥。灯光。有灯光。它会变2座。上面有3种颜色，有绿色、蓝色、咖啡色。绿色是用海泥根，蓝色是用伏特加，咖啡色则是用台湾啤酒拼凑而成。那我们在前面所看见的是情人桥，也叫做小麦迪逊之桥。
因为他是仿照美国知名的爱情电影麦迪逊这桥出资过来的。出入口小径内部设置外观都是仿照电影场景哦。从附近的河道上方，可以欣赏在沿途的美景，和流氓多比江花、流沙的画幅、落玉、乌鸦，一起来看海啸。来，我们就在这边。来，我们来一个。在这边呢，这个是水上面的小岛。我们的小岛区除了住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泳馆的婚礼。那办婚礼呢，在我们的瀑布上面有一个屋顶有光的正前方，非常精彩。如果经过住宿，如果经过这边办婚礼呢，很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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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把新人送到这边的八号码头，坐前面的一个父母的助理，兄弟五叔叔起楼，然后一个九十号的父亲到礼堂完成一次进行课。白雪公主有没有这么舒服吗？那前面的桥梁叫做幸福桥，能够由升铁岛到十九公斤重，总重为十五公斤重。饭店第一座桥梁，咱们过了这座桥，有人说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夕阳无限好，一近黄昏同日即将到达六号码头。也有人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虽然没有百年的缘分，但我们十年的修为能够再到更多的贵宾，不为国家未来的栋梁和社会走过去的人才呢，还是小弟我贪心有罪。要在我们的码头上方，除了含饴落寞看懂的部分之外，在出口处右手边有表扬卡，如果觉得今日船长表现不错，不妨帮我们点几句，也祝各位贵宾有个理想。